我这咋的了？我还活着呢，就给埋上了，谁干啥呢？小钱不努力呀，整大跟工地呀。哥们儿，我觉得你就是为工地而生的，你摆摊抓阄是不是抓个锤子？你才抓个锤子呢，我摆摊抓个擀面杖，人家我妈说了，我以后是干厨子的命。擀面杖啊，我看你是老光棍子命，家里就老哥自己吧。胡说，我家里还有一条狗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这要拆迁了，你最好快点搬家。这拆了就拆了，我旁边还一套别墅，我劝你最好别动，要是发生什么意外，我可不负责任呢。我去，这居然是个兔子窝，那我必须给你拆它，你这都属于违建，这修的什么玩意儿，像个烟囱似的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哎，别的呀。你现在知道为啥我修的像个烟囱似的了吧？就是防止你们拆迁，下去吧你。哦，早知道带个降落伞好了。爬这个老高，你说咋那么淘呢？我给你找个东西垫一下吧。谢谢啊，得回有这玩意了，要不不摔个好胆儿，这怎么还越走越硬呢？他起我心眼的东部了，咱这个别墅那安全系数相当高了，不让爬梯子，咱有飞机呀。什么东西这么吵？他吵到哪儿了？我都不知道了。我翻看看，哎，他怎么又上来了呢？不咋科学吧？炸！我跟你费什么事儿啊？我直接拿水泥给你灌上，把兔子窝给你填平它。我那个天哪，这不是水泥吗？我打个伞吧，遮一遮，别把家给我灌上。哎，还这把的，不就是个兔子窝吗？这把斧，哎呦我去，我这不给他加固了吗？谢谢啊，这把更结实了。